Hello， 大家好，来了啊！咱们今天吃这个活猪子，我是准备了十个，刚才吃了两个，特别好吃，我喜欢吃。然后咱们先把这个辣椒面，无敌这个辣椒面，先给它倒上。这个放点。我感觉这个还可以，挺好吃的，不怪说有那么多人都愿意吃。说这块是没怎么太吸收好了，然后确实有点硬，然后咱这个就不吃了啊，蘸点这个。好吃啊，继续。蘸点辣椒面。继续吃，看一下，把这块给它弄下来，这个挺硬，不好嚼。嗯，香太香了。